小康轩逻辑高幼儿逻辑思维课程，逻辑力大挑战，分类任务。妈妈买了好多的东西哦，她请狗狗帮忙分类，要把这些物品依照不同的类别来分类。有哪些类别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认识类别，这是鞋子类，这是乐器类，这是食物类，这是杯子类，这是帽子类，这一类都是植物。小朋友，你认得这六大类的物品，并且能够说出它们的类别了吗？我们一起来挑战吧，逻辑王来挑战。小朋友，请你想一想，这些东西要归在哪一个类别？我们一起来挑战吧。树要放在植物类，厨师帽要放在哪一类呢？帽子类。雨鞋要放在哪一类呢？鞋子。咖啡杯要放在哪一类呢？杯子。乐狗面包要放在哪一类呢？食物类。三角铁要放在哪一类呢？乐器类。三角铁要放在乐器类。雨鞋要归在鞋子类。热狗面包要放在食物类。咖啡杯要摆在杯子类。厨师帽要放在帽子类。树要摆在植物类。小朋友，你都答对了吗？用心观察，细心思考，你也能成为小小逻辑王。